这一个也是蛮好看的，我在想等一下换出来要不要分解。其实分解也还好，就是把我的杯率升三等而已，三等好像也没什么。按你啊！我的杯率三等，三等好像也没什么，就涨了。哇！前面有人动。滑了滑。我的枪真的没有手。哦，围墙有一个。OK， 等一下的。几个人啊？哦，有个他妈没头的，围墙进去了。哦，一个 B。我操！舒服，兄弟。进去了，兄弟。别上人，别上人。两个，两个。仓库已经倒一个。有雷，我白了，我白了。应该右边。啊、嗯，我在看，危险！烟油，烟油，在看你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302等，真的假的，哦、兄弟？秒这些人都他妈这么秒啊！每个都他妈高手啊！我操，每个都高玩。操你妈的，有个有点牛逼。每个都是高玩，每个都是高玩长大的。想看主播片有这个太决赛的，要不要不打？没有直播。上厕所。啊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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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吃饭，再打个2把吃饭，吃完饭接着继续。为什么不能边吃边打？因为我先死啊，我先死就边吃边打。那你去死吧，嘿。这边一点。Daddy 今天会拿个第一名，我们差几分、啊、我都不知道我们差30分。其实第一名第不一名没什么差啦、啊、主要是可不可以乱杀、欸、主要是我们自己那个、哦、有个弟弟都乱杀那个起床了，哎、欸、彼得丹啊，没有做彼得丹好像很强那样子哦，25岁的骄傲，25岁的顶点啊，彼得丹25岁的顶点，他说他那个，他说他那个叫什么？他说他那个，他那个新滑鼠到了，然后他说他的19岁的彼得丹要回来了，嘿，十九岁的他要回来了，我倒是看一下他可不可以带我飞。这把我乱杀。回他，你还没睡醒啊？哎、欸，直接说话。Teddy 教你一波跳伞。现在是要一人跳一边 是？我教你们跳一波，跳一标，跳一标，教你们跳一波一标速闪。我会教你们。我会。他妈的，会快的一逼，真的是快个一逼。你他妈这个是对着这里飞，对着这里飞，对着黄线飞，要靠右边。靠右边一点飞，你这个教学不是可以、啊？哎、欸，是我退背，不要叫哎、欸，要求退背，他妈跳伞怎么都跳伞都没说，先退背，来先退个1000人民币，退，5000人民币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好像不是很快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有，我不是最快 ，Teddy 最快，我太早锤，我只可以转进来，我没有，我可以直接后面办公楼有一个，办公楼有一个，没枪啊，杀小了、啊。他妈这个什么？这样，就是说办公楼那个他队友都在上面。OK。弄他。那个被我给个子弹。为了给子弹，这里。嗯，分你一点。楼上，他在二楼。啊！我丢你没捡。没事啊，我有了。现在干他。开二楼，
等一下，伦伦。